四个党团的总召躲在议场背后的小。等一下，我回答你好不好？你现在有没有真的主席在回答？现在是可以插嘴吗？现在是可以插嘴吗？我这样怎样？这是真。现在是可以插嘴吗？但志杰他们，现在是可以插嘴吗？没有，我只想请院长裁示啦。以后大家按麦克风是别人在讲话，其他人都可以按麦克风讲话吗？就把规矩讲好嘛，不要永远好像就有人可以按着麦克风，在那边插人家的嘴，在那边骂人。那为你插嘴，我不止他。攻击，你讲说真没有违宪，这个卓荣泰院长，这个是人身攻击，这个确定有没有违宪吗？这刚才黄国昌打脸你了，人家都打脸你了，那两个合起来，狼狈违宪没有用了，要讲道理。动就那边违宪。